都知道，美国人是美国的一三年零八年，阿拉是在当地。
跑到那个工商银行去。
去，谢谢。不要谢，谢什么？我现在发现，可以。啊，你们就安的安的，你下次加我微信的。5:28Thank you.
上下一句。你这个厉害了吧？跟大炮一样啊！这个厉害了。你这几斤八十斤。要开那个马上开了，找不到了，92年的。Thank you.
么的，拿这么一串。Thank you.
打五年呀，我当成就当吃那里面什么环境呗，同样的当地的现在什么环境呗。
分到什么地方去啊？我拿的是奉贤呀，我刚才签掉了呀，拿的县会雅苑一套房，对，是一套房吗？还是拿一套房还多下来的拿钱啊？还要再拿多下来的拿钱？对啊，他那个租价的房子给你租价的呀。哦，租价我拿了200多万嘛，200多万那个奉贤的房子只要100多万呀，还有100多万他给我钱。就是、地区比较远一点。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房子是2室1厅。18.9平方，那个地段就不好。对，就地段嘛，房间还是可以。哦，那房子很好的，对对对，我们都去实地去过了。不过对面住、就交通不便，估计。交通还可以，可以就是8号线终点站下来，乘一个 BRT， 乘4站、就到齐贤。齐贤站下来，马路对面那个近。反正就是没有这边好啊。那肯定，这个什么地方老虹口了。对对对。几十年了，都是你看一看。吃药吃又吃，要什么都有什么。对，这边热闹一点。这个到明年基本上就没有了。像我们这是6个街坊，冬天已经就是我们下个月都搬走了。都搬走了。对对对，今天手续都办好了嘛。因为这边对，我看这边拆了，快拆，我就过来看。对对对，有好多人天天在来。对对对。你慢慢拍吧，这里也冻的，一直冻到这个保定路前面。转弯的地方啊，谢谢阿姨。不要抽到一个。